干了，先发一个。我们缺一个东西，哎，蓝里伟，你把两根头发放进去。我打哥哥，他打哥打哥，不要打我，干走开啊！可能蛮像鲑鱼，借我坐一下，到四十点，像鲑鱼软的，还蛮高级。我已经不行了，在那说干掉，干掉，先扒一整，干掉，我才不要嘞，干掉，你可以先扒到毕业。对，就是每场上去，然后一出界就哎还换人，干，男生不要，然后就立刻走去那个对面那个露营区开始露营。太悲哀了吧，我在飘嘞！哎，赶快趁热，绿泡趁热，趁热，绿泡不要紧，这样我还喝，我要去外面买东西来加了。对啦，一开始喝至少都是这个味道啊。我记得我们那年都没有用这个来利用我们。我跟你讲，那年就限名。哇靠！哦哦。吃完太屌了，太屌！好屌，好屌！好，杜冠英，杜冠英，大力士，吃完，吃完。哥，还记得，还记得救回桶吗？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倒头，不要，不要，还吃要闻呐？没有。没有，那个酸菜味道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啦！酸菜味道，不要再讲话。哎，学长都有帮你加韭菜了呢。酸菜啊，脚都快吐了。你吃了韭菜，你今天晚上病变。喝啊！吃完了，杜冠英。你这边闹，好想啊！麻烦你们大热这杯啊。好啊。准备好那个。你是领先的。你是要吃喝底啊？哦。不要，你要深呼吸，你深呼吸，吸饱气，不要闻。好像有肉，还蛮好吃的。不要，靠，没了，你真的是。我吃多吃一点，准备一下，茶准备一下。你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顺便买一些东西。脚在乱动了，脚在夹了。哎哎，苏米，你就把你的脚这样紧紧的，对吧？你不是？你再不喝他的？哎、欸，好、啊，大二大二。干！要先闻一下，先闻一下。先闻一下。对啊。哦哦，哎！老板，你知道替补，不知道替补。干！你不要吐！哎哎哎哎！不要吃！不要！干！好恶心！太恐怖了！哎，看你们今天晚上谁会变蓝李维？哎，如果今天晚上变身成蓝李维，就可以先发了。不好看！要吐出来，我也吐出来了。好好好好。啊哈！是你的，好，剩下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哇！带汤匙来了，专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不要！看一下，你不要紧张了，太干了，我帮你加一点。啊！你有没有？